这是发生在原湖北省建利县中医院里的一幕。画面中，这名身穿绿色短袖上衣的男子，在当天下午2:35，进入到了这家医院产科的一间病房里。这名男子在进入案发现场的时候，形态很不自然，比较心事重重的。1分钟后。 2名女子和1名男子从这间病房里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其中那名年轻一些的女子还怀有身孕。我当时在隔壁房里面，隔壁房里面帮别的病人做那个护理、做治疗，然后，但是我听见有那个像有东西摔落的声音。病房外的一些患者家属也听到了类似的声音，他们都来到了那间病房的门口查看情况。 很快，那名身穿绿色短袖上衣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把匕首，大摇大摆地从病房里走了出来。气焰嚣张，手持水果刀，嘴里叼着烟，从案发中心现场向外逃跑。该男子离开后，围观的群众和医护人员进入了病房，眼前的情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我就经常看见那个。 患者他倒地，就这样就地上，在插到这块位置，在倒在这里，倒这里我就赶紧就去呼叫医生。当时也挺吓人的，那个因为这里有一刀嘛，那个肠子都出来了，因为那伤都挺致命的，一刀在心脏，腹部一刀，还有身上一刀，我们来的时候人就已经不行了。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2012年6月12日，原湖北省建利县中医院发生了持刀杀人案，嫌疑人在进入医院产科病房后，短短1分钟就持刀将一名病人杀害，随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现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凶杀人，嫌疑人态度嚣张，令人震惊。 这起案件给当时建利县的社会治安状况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那么，嫌疑人和被害人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会引发这样的惨案呢？案发后，警方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开调查，发现死者名叫阮红，杀害他的嫌疑男子是他的丈夫，名叫娄虎昌。娄虎昌为什么要杀害自己的妻子？ 逃离医院后，他又去了哪里呢？警方随即展开了搜寻，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娄虎昌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都没了踪迹。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 医院病房突发命案，曾经相爱的夫妻为何反目成仇？线索中断，凶手去向不明。警方如何追击，找回尘封的真相？逝去的真情，一线正在播出。 查询医院的接诊记录，警方发现，案发3天前，阮红刚刚做完宫外孕的手术。据医生反映，阮红当初是被亲戚送过来的。是我接诊的，我就跟他说要马上做手术，他就说我们做手术要人签字，他当时是两个阿姨，他的两个妖爷来送他来的，他说只有这两个阿姨可以跟他签字。陆医生记得。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他们只能让阮红的阿姨在手术同意书上签了字。不过，手术之后的第二天，阮红的丈夫娄虎昌曾经来医院看过他。
长得比较壮的，高高大大的一个男的，就跟我说是他的老公，是这个俺梁红的袁红的老公。他说要了解他的情况，说手术做得成不成功啊，了解一下。我就说非常好啊，然后他就跟我打招呼，他说啊，感谢你啊，医生，陆医生，感谢你啊，我要接你吃饭啊。陆医生告诉民警，第一次见面，娄虎章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觉得此人性格外向，很爱说笑。后来他在医院里又见过娄虎章两次，但都没有再说话。那么案发当天，娄虎章进入病房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短短一分多钟的时间他就夺去了自己妻子的性命？侦办民警找到从同一间病房里跑出来的那名年轻孕妇，了解了情况。上午2:40的样子，我正处在23床跟24床中间的那个小块椅子高上，那个时候来了一个中年男的，经过我的产妇处理椅子的时候，觉得那个椅子有点碍事，还用脚把椅子踢了一下，再次就走到那个23床那个女的床跟前去了。这名年轻孕妇在笔录中提到，娄虎章坐下之后就点燃了一支烟，边抽烟边跟阮红说话。那个男的就问那个23床的女的，你好的吗？那个女的说求那个样子。那个男的又说，你想那么搞，你是不是不想跟我过了？那个女的沉默了一下，又反问那个男的，你想那么搞？马上那个男的又对那个女的说，你不想跟我好是你快过了，我才要你的命。然后那个男的就从吃起右边的那个后和腰的，就拿了一把刀照到那个23床那个女的红去去。通过证人的描述，侦办民警意识到娄虎章与妻子阮红应该是早有矛盾，这次来医院很可能就是专门来摊牌的。那么这对夫妻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矛盾？其实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起，我是极端不同意的，我说这个不行，我说这个女人你不能要。据娄虎章的弟弟讲述，娄虎章和阮红是在广州打工的时候认识的，他们属于半路夫妻，之前两人都曾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对于他俩的结合，娄虎章的家人并不支持，他们还是希望娄虎章可以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女子。家人的观念很陈旧，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娄虎章。2011年12月5日，他还是选择和阮红完成了结婚登记，当时阮红已经怀有2个月的身孕，所有人都以为这两个人冲破阻碍结婚之后一定能过上幸福安稳的日子，但是事与愿违，结婚后没多久，夫妻俩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被打之后，阮红和家人报了警。当年的街警记录显示，2012年2月23日13时许，娄虎章因怀疑其妻阮红有外遇，将其反锁在房间内，用皮带、皮鞋殴打。经法医鉴定，阮红的伤情程度为轻伤。我估计就是我的那个嫂子啊，跟我哥哥结婚，没跟他的情人跟他说清楚，就说我已经结婚了，你就再不要纠缠我了嘛。而据阮红的家人反映，阮红是否有外遇他们并不清楚，娄虎章当时也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证据。这次被打之后，阮红在娄虎章母亲和村干部的陪同下，到当时的建立县中医院将腹中的胎儿给引产了。当时呢，他脸上啊都有那种青的斑痕，他就跟我们讲过是他老公家暴打了他。当时帮阮红做引产手术的也是陆医生，陆医生还记得当时阮红脸上的伤很明显，阮红还曾亲口对他说不想要这个孩子了，想跟丈夫娄虎章尽快分开。在我做了引产术后不久，在外躲避了1个多月的娄虎章也从广东返回建立，并到我的娘家软硬兼施，甚至用碗砸伤我脑壳的卑劣伎俩逼我父母就范。对此，我和我的父母均予以拒绝。
随后，楼虎川又请出了村书记和楼市的组长一起到我娘家做工作，我才勉强回到楼家。在这份阮红当年写成的书面材料里，她提到，回到楼家之后，她跟丈夫楼虎昌过了一段安稳日子。她原本以为楼虎昌会改过自新，学会控制情绪，但没想到，仅仅一个多月之后，她再次遭遇了丈夫的残暴殴打。他把我打的身上没得风险的，你说人家他就可能他就赔点啥子，我没啥子的。2012年5月2日当晚9时许，罗武昌再次和我发生争吵，并对我全身拳打脚踢。他弟弟担心罗武昌打死我，在已拨打110试图阻止罗武昌暴力行为无效的情况下，干脆就跪在了罗武昌的面前为我求情。罗武昌这才暂停了暴力行为。晚上，我和罗武昌的母亲一起睡在2楼房间。次日早晨，罗武昌上楼继续打我，后面又将我拖到门外的水泥路上打，甚至还用螺丝刀朝我的大腿上捅。幸亏村书记及时报警，我才死里逃生。这一次，阮红的伤情被鉴定为轻微伤偏重。2012年5月31日，当时的建立县公安局决定对楼虎昌涉嫌故意伤害一案正式立案侦查。根据调查，警方梳理出了楼虎昌和阮红两个人在案发前的交际线。2011年12月，两个人登记结婚，当时阮红已有身孕。2012年2月23日，警方接到报警，楼虎昌在家中殴打阮红，经鉴定，阮红轻伤。2012年5月2日，警方再次接到报警，楼虎昌又一次殴打了阮红，经鉴定，阮红伤情为轻微伤偏重。2012年5月31日，警方决定对楼虎昌涉嫌故意伤害案立案侦查。2012年6月12日，楼虎昌持刀在医院将阮红杀害之后逃离。结婚半年多的时间，原本不顾家人反对也要在一起的两个人，就变成了凶杀案的嫌疑人和被害人。阮红的父母告诉民警，事实上除了报警的两次殴打记录外，在其他时间楼虎昌也曾经因为各种琐事对阮红动过手。他们真的是一忍再忍，只想让楼虎昌尽快放手，两个人办理离婚手续，可没想到楼虎昌竟然如此残忍。那么楼虎昌和阮红之间的矛盾究竟有多深呢？原本相爱的两个人究竟发生过什么呢？我们来听听本案涉及的相关各方声音，解开疑问，还原真相。一段对话引出第三个人，一次排查收获重大转机，逝去的真情一线继续播出。案件发生之后，建立警方第一时间调取了案发中心现场及周边的监控录像，他们发现罗火昌在逃出医院之后迅速上了一辆出租车。根据出租司机的描述，当时罗某到达白楼那个油库那边下车，这个付钱的时候没有钱，手里衣兜里啊只有一包香烟。他跟司机说，我没有带现金，你要车费就给烟，你收不收就是一包烟。出租车司机告诉侦办民警，当时楼虎昌坐到了建立县白罗镇的长江边，给了他一包香烟就下车了。至于后来此人去了哪里，他就不清楚了。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建立的最南端的一个乡镇白罗镇，有山有林有住宅，因为是江边比较偏僻，这个住户很零散，没有监控条件。当时呢，我们就调集了这个大量的警力啊，包括当地的派出所呀、当地的那个干部群众啊，在这个周边呢开展那个搜捕工作吧。
当时呢，那这个天黑了以后，由于天黑啊，那个地方的交通又很复杂，也没有效果。建立警方在白罗镇及其周边地区连续搜寻了两天两夜，但始终没有收获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相当于在那个地方就断线了。警方再次分析了娄虎昌的社会交往情况以及他所有的亲戚身处的区域，最终发现此人曾在全国很多地方打过工，交友广泛，所以想要准确地查找到他的落脚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时在梳理其他案件线索的时候，建立警方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死者的身边有一部手机，我们通过查阅调取梳理手机内容信息，发现被害人冉某和犯罪嫌疑人罗某之间还有一个可疑的人员，就是陈某。侦办民警在阮红的手机里发现他曾经跟一名叫陈雅芳的女子有过多次的交流。从聊天记录中，民警意外地发现这个陈雅芳和嫌疑人娄虎昌的关系很不一般。美女你好，娄虎昌跟你在一起吧，别担心也别惊讶，我没恶意的，因为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别提这个人了，他不在这。怎么会不在你那呢？我知道他一定在你那的。没关系，我跟他的噩梦已经过去了，我只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你聊聊。这段对话发生在2012年5月18日，也就是阮红第二次被娄虎昌殴打的半个月之后。此时侦办民警并不清楚阮红是如何知道陈雅芳的，不过从他们之间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陈雅芳并不否认娄虎昌和他的关系不一般。通过查询聊天记录，侦办民警很明显地感到陈雅芳对阮红的突然出现感到有些意外，同时他也因为娄虎昌的花心而非常生气。应该说，陈雅芳在聊天中表现出了对娄虎昌很深的感情和依恋。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我是最受伤害的，就像他爱你一样，喝醉了还在叫你的名字。这个陈某呢，在认识这个罗某之前呢，他应该在我们店里的某洗脚城呢打工。这个罗某呢，有时在店里洗脚，这个到这个洗脚城呢洗脚的时候，就这样认识了陈某。后来就发展成了这个情人关系。案发之前，这个陈某呢就应该在广州务工。我们就分析呢，这个罗某去广州啊找这个陈某的可能性很大。娄虎昌消失的地点位于白罗镇的长江边，对岸就是湖南的岳阳市，而岳阳正是当时从建立县去往广州市的必经之路。基于娄虎昌与陈雅芳的特殊关系，建立警方判断娄虎昌逃往广州去找陈雅芳的可能性很大，于是专案组立即派出多路民警前往广州展开了搜寻。在广州警方的那个配合之下呀，就发现了找到了那个陈某的务工的那个地方。务工的那个地方呢，应该是叫广州的海珠区，务工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制衣厂。结果呢，那边当时给我们反馈的消息就是，那个陈某已经当天晚上了，就是案发的当天晚上，已经离开这个打工的地方了。犯罪嫌疑人罗某到广州给他的外甥吴某打过电话，说要借钱。吴某跟这个犯罪嫌疑人罗某的关系亲人陈某打电话，并给了300块钱。吴某的讲述验证了警方的猜测，娄虎昌的确曾经来广州投奔陈雅芳。不过据吴某说，娄虎昌在拿完钱后就带着陈雅芳离开了广州，后来去了哪里他就不清楚了。建立警方细致研判之后认为，娄虎昌和陈雅芳在逃离广州之后很可能去往了陈雅芳的老家青海。陈某是青海省乐都县人，他的母亲在他就是在陈某读高中的时候，他的母亲因病逝世，然后他的父亲这个找了一个继母，生活在这个大同县。我们为了这个方向，在乐都、在大同都开展了相关调查，特别是为了
陈小刚的家庭社会关系，开展传统工作，没有取得效果。通过调查，警方意识到娄虎昌和陈亚芳离开广州之后，很可能并没有回到青海，也没有跟陈亚芳的家人进行联系。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我们的日常的那个追逃工作。一方面呢，每一年呢，都到了那个罗某的家里，那个去调查了解情况。另外呢，在那个受害人呢任某的家里，也去了解一下，这个他们所了解的情况。2013年的夏天，在案件发生了一年后，侦办民警获得了一条令人意外的消息。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姐姐，的时候交往方向有指向各个目的。我们获得这个信息以后，大为兴奋，因为陈某在各个漠工作过，是青海人，而且这个各个漠我们认为很适宜逃跑。侦办民警认为，格尔木市地处偏僻，很适合这两个人躲避隐藏。可是，当他们到达格尔木并进行了一番调查之后，却仍然没能找到这两个人的踪迹。时间又过去了一年，2014年，晋冀警方收到了吉林警方发出的通报，通报称，当地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在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中，可以看到嫌疑人的影像，而这名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与娄虎昌极为相似。我们到了这个线索以后，立即联系当地警方。我们到了这个视频以后，迅速开展侦破。这个视频经过的反应，就是一个学校教室的室内现场，室内被盗现场，一个人。非常相似。我们当时的助理领导啊，组长要我们立马动手，坐飞机前往，因为整个领域追逃工作，我们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为了生存起见，我们的这个视频开展了仔细的核查，我们筛选了几名与犯罪嫌疑人罗某非常熟悉的本地人，对视频进行侦破，结果经过辨认了，不是犯罪嫌疑人罗某。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重燃希望。从案发那天开始，晋冀警方始终没有放弃对娄虎昌和陈亚芳二人的追捕。一次次出发，又一次次的无功而返，娄虎昌和陈亚芳究竟去了哪里，无人知晓。转眼到了2020年的12月，广东省佛山市警方在一次日常的巡查中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这名男子的各项特征和网上通缉的娄虎昌极为相似。佛山警方及时和建立警方取得了联系，等待多年的建立民警一眼就认出了此人正是娄虎昌。警方迫切地想要知道，逃亡多年，娄虎昌究竟是藏在了哪里？对于当年的案件，他会有着怎样的说法呢？而此刻，陈亚芳又在哪里呢？从相爱携手到举刀相向，自以为真心陪伴，终究错付一场空。逝去的真情，一线继续播出。阿德，谢谢先生。好了，来，你叫什么名字啊？罗火枪是不是？是不是？2020年12月28日。在确认了嫌疑男子的真实身份之后，佛山警方立即控制了娄虎昌。坐下。此时的娄虎昌已经患有多年的腿疾，无法正常行走了。坐。
民警发现，在娄虎昌的身边还有一名女子陪伴。在警方控制了娄虎昌之后，该女子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这个女人当时也是持用另外一个身份证。当地警方把他们两个的照片同时发给我们，我们经过甄别，这就是犯罪嫌疑人罗某和他的前夫陈某。2020年12月31日，嫌疑人娄虎昌和陈雅芳被侦办民警带回了监利。随后，民警对娄虎昌展开了深入的讯问。让民警没想到的是，娄虎昌的供述与他们之前掌握的情况有着不小的出入。6月12日到医院去。正好就是问医生说他多少钱，医生说5000多块钱的医药费，我是准备借钱，我是走进病房呢，那个男人正好就抱住了人后，在跟他俩聊得很开心。娄虎昌说，当时他正好撞见妻子阮红和情人在病房里亲热，这让他非常生气，因此他才从厕所里捡了一把水果刀，回来将阮红杀害了。而阮红的情人在混乱中趁机跑掉了。对于娄虎昌的这个说法，民警再次查阅了案发时目击证人的描述以及医院里的监控录像，相关证据清楚地表明娄虎昌的说法并非实情。他们模模糊糊就是听见他说这个话嘛，就说让他撤诉，聊的时候可能聊得不愉快，他让他撤诉，然后那个他那个患者就不肯撤诉。他说这话威胁他的时候，肯定他以为他是吓唬他，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拿刀出来杀他们。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逐步查明，嫌疑人娄虎昌之所以会对妻子下狠手，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了警方正在调查他涉嫌故意伤害妻子阮红的相关事实。他希望阮红能够站出来去跟警方求情，撤销立案。在遭到妻子阮红的拒绝之后，恼羞成怒的娄虎昌最终选择了报复杀人。得手之后，娄虎昌逃离了医院，搭乘一辆出租车去往了长江边。我也没办法，我只是审车，就是说在那个近似的工地那个地方，我就审车的就奔了一个油谷，那找了两根绳子，把身上的衣服剥掉，用那个胶它装起来了，就把那个水壶刀就扔到江里去了。扔到江里去，我就渡江过去了。娄虎昌在江里游了几个小时，到了湖南省岳阳市，而后又乘车去往了广州，找到了陈雅芳。我见到他的时候，晚上我就说你去自首，他说自首会没命。我看他情绪很不稳定，他说自首会没命，我就看他好像很可怜的样子。陈雅芳告诉侦办民警，那一刻情感因素充斥着他的大脑，让他在面对落魄无助的娄虎昌时彻底丧失了理智和底线。我觉得他做了那个事情以后已经众叛亲离了嘛，是不是啊？一般的人都不会理他了，所以他就是一种，我就害怕他要是自杀了怎么搞啊，万一走上绝路了怎么搞啊。据娄虎昌交代，他和陈雅芳离开广州后，先后到过河南、湖北、浙江、江西等地，后来他们在江西省新余火车站附近捡到了一件丢弃的衣服，并在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有2张身份证。从那以后，他们就开始利用这2张身份证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那时候我也就是说听提心吊胆，特别是治安队啊，或者当我们厂里都检查那个身份证啊，就是我特别害怕，时刻就是心里都是有这个，就是我有我的心肠病的话，我都可能是应该是在那个，就是这上面也有实施的，就是担心这个事情吧，心肠病可能就引发了心肠病。在逃亡期间，嫌疑人娄虎昌由于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又干着繁重的工作，患上了包括心脏病、高血压在内的多种疾病，并且因为一次脑中风的后遗症，导致一条腿落下了残疾。
如果说是到大医院的治疗的话，我肯定不会留下这个长期，所以说应该会好一点吧。病痛缠身的娄虎昌之所以还能隐藏这么久，与陈雅芳的陪伴和掩护有着重要的关系。这个曾经被娄虎昌欺骗过的女人，在8年多的时间里突破法律的底线，跟娄虎昌一起过着居无定所的逃亡生活。在外人看来，陈雅芳的行为既不理智又不正确，那她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她说我一个有没有什么谋生技能，然后就和范正元罗某在一起，通过这个勤劳还可以赚钱，还可以生存，他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态。陈某觉得罗某是一个很有工作能力，而在他眼里罗某是一个很完美的人，所以陈某对罗某的感情是一个偏离的感情。对罗某的追逃可是用6个词开挂，就是什么呢？用心、用脑、用力，强化部门协作，强化这个科技追逃，只要我们全力以赴，都能确保最好的指向。案发8年多，嫌疑人娄虎昌终于落网了。对于建立警方来说，多年来的心血终于有了结果，对于被害人阮红的家人来说，多年来的伤痛终于得以告慰。娄虎昌在逃亡的过程中找到了陈雅芳，陈雅芳出于感情因素没有举报娄虎昌，并且呢跟着他一同逃亡，最终陈雅芳涉嫌包庇罪被采取了强制措施。这是为什么呢？包庇罪是怎样定性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包庇罪是一种妨害司法类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啊，包庇罪是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做假证明的行为。那么现在刑法上对于包庇罪的这个做假证明，一般采用的是一个扩大的解释，不限于狭义上的做假证明，也包括那些帮他掩饰身份呐、或者是提供了其他相关帮助的行为。所以对于包庇罪的认定的核心，一个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犯罪的人，第二个就是你在知道的情况下还给他提供了一些掩饰身份呐、这一类的行为。那么这个案子里面，这个犯罪嫌疑人陈雅芳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面，他有一系列的带有帮助性的或者是掩饰身份性的行为，包括借钱给他，然后用自己的身份为他掩护，以及以这个协助他一起离开广州等等。所以根据刑法的规定，他这个行为如果事实能够成立的话，可以构成包庇罪的。我国刑法对于包庇罪规定的2档法定刑，一种情况下就是普通的，也叫基本的包庇罪，那就是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刑罚。第二档就是情节严重的，它是作为一个加重处罚的情形，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这个包庇罪情节严重，那一般来讲它主要考虑，比如说包庇的对象，比如说是不是所犯的罪行特别严重，或者是多次犯罪，或者是包庇的是多人这种情形，也可以根据包庇的后果，比如说被包庇的犯罪分子又因为他的包庇逃避法律的追究，然后又实施了其他犯罪等等，可以综合这些行为表现来进行判定。娄虎昌和阮红之间的矛盾已经无从查证，但不论是什么矛盾，从一开始娄虎昌就选择了错误的处理方式，家暴只会恶化矛盾，并且涉嫌犯罪。8年多的逃亡生涯，娄虎昌有家不能回，有病不敢治，每日战战兢兢。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必须承担的代价。同样还有陈雅芳，一份偏离正常轨道的感情只能葬送他的人生。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